咁进入到第四项香港国际机场嘅旅客及行李保安安排啊。咁有关文件咧就系 CB 括弧二一三八一十五到十六嘅政府当局提交嘅文件啦，以及亦有咧我哋立法会 CB 括弧一三八一十五到十六嘅括弧零五立法会秘书处嘅已备嘅参考啊便览。咁我哋而家都邀请咧系政府嘅有关部门咧系进入嚟咧系就有关问题讨论噶。咁今日咧，咩意思咁样？得一阵间，我都未开始，我啊，你唔需要咁心急，我都要跟翻程序做先得噶。出席有关嘅官员咧，就系、是、有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先生、保安局嘅副秘书长邱卓恒先生、处理民航处处长李天柱先生、民航处嘅助理处处长。助理处长廖志勇先生，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吴志奇先生，机场保安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志强先生嘅，咁就系、是、处长死咗喺边咧？佢系咪退咗休咧？攞咗钱走咧？而家阿黄议员，黄议员，点解佢话俾我听？上次喺度讲到大大声。黄议员今日应该嚟噶啦，大佬。黄议员，咩事？我问佢死咗边，你答我啊！我唔希望，我唔想大家议员咧一出口咧，就一啲唔系太合适嘅用词去表达。你问佢点解唔出席好唔好咧？死去边度？系咪我哋议员应该？我问佢死咗喺边啊？先去咗边啊？大佬，喂，呢个嘢战到无伦，系咪应该出嚟啊？今日而家唔系啲发言。